sexual sensi.睇唔睇到啊？成个天都系星星啊！系全部都系星星啊！远啦，闪下闪下嗰啲啊，成个天都系啊！远啦，虽然系黑啲咯，但系真系好靓啊！见啦，因为我冇攞脚架啊，但系咧好恐怖啊！成个天都系星星啊！好得人驚啊！我而家行咗去出面个公园嗰度，我就咁行咗出嚟，一抬头咋？你见唔见到个三粒星啊？嗰、那个北斗星啊，好靓啊！见唔见到？即系都隐约见到系闪下闪下，系咪？见唔见到好多星星啊？哇，好靓啊！现场睇我话俾你听，包保你真系好似黐线咁样，不停喺度哇！见唔见到啊？闪下闪下，系成个天都系啊！现场睇仲靓啊，系密晒噶，成个天空都系啊，好多啊！不过影唔到啦，最衰见到隐隐约约你会见到啲光点咯，但系你就见唔到好实质一粒星星咁样睇到咯。不过真系好靓啊，成个天都系密晒满晒，太恐怖啦！冇光害嘅地方真系好靓噶，你知唔知望上个天度？唔使钱噶，唔使钱噶，睇星星，你只要揾个够黑嘅地方就可以睇到噶啦。好似傻婆咁啊，系咁望住个天，系咁喺度，哇！自转喺度，系咁喺度咧，自己系咁喺度转咧，还即系咁望住个天。你点样转？无论你个人点样转咧，你都会见到好多星星喺你上边咯，好黐线啊！你哋真系有机会，真系一定要嚟睇下。你睇下多到满晒啊，成个天，但系咧真系好冻咯，真系好冻啊！心心，你一定要跟我嚟睇星星啊！知唔知啊？储多啲假，我要带你嚟睇星星啊！好靓啊！真系好卵靓啊！我讲几多都冇用，大家真系要亲身嚟睇哦！喺香港真系好少机会睇到咁靓嘅星星。因为咁多高楼大厦，你系唔会有机会睇到啊！系啊，你抹低佢啦，我一定会带你嚟嘅。好啦，影唔到啊！就算你而家咁样望咧，都睇唔到嗰啲星星，都睇唔清楚。因为我冇用脚架，就咁用手揸住个电话就而家，但系都见到啲光点嘅。我知道，我望到，我冇 zoom 上去嘅。我就咁开住个 live 就咁影啊！唉，点解影唔到俾你哋睇啊？系满晒啊，周围都系啊，屌，全部都系星嚟噶，仆街！不过呢个位最多咯，呢个位就你会见得清楚啲，因为佢个北斗星喺我楼上啫嘛，即系喺我头壳顶啊。系啊，嗰一扎系最光噶，即系北斗星侧边嗰一扎咧，好光啊 ！download 咗 apps 啊，我而家要睇星座啊！唉，有机会你哋大家都嚟睇啦，真系好靓啊！我一定会带五剑嚟睇啊！
五堅一定要嚟睇星星啊！好啦，我繼續 enjoy 我呢個 moment 先啦。有機會或者我一間試下用一啲模式試下定住個電話，放低個電話，睇下影唔影到先。我盡力啊！好啦，拜拜，我試下影下先。做呢個烏冬系列，聽日去睇荷花海。呢間酒店咧，我住咗 N 咁多次，次次都係嚟依度路過又係。總之我嚟烏冬咧，我都會住呢間690克，又乾淨又舒服，又近，揾嘢食又好。係啦，我坐咗6個多鐘啊，由舅爺揸架車過嚟6個多鐘啦，咁而家就出去食嘢啦，放低啲行李，去個廁所。好啦，聽日去睇花海，拜拜，一陣見。早晨，我咧琴晚咧就食唔到自己中意嘅餐厅啦，今日嚟到啦，揾到啦，呢间嘢好好食噶，我嚟亲武档我都会食嘅，佢就系食东北嘢啦，全部都系劈，好辣嘅。我想见该啊，该即系生牛肉，好好食。我入去啦，一緊再影俾大家睇啊！我好想搬個可樂牌翻去啊！有冰啦，佢擺下雪糕。最中意呢啲小店噶啦，小店永遠都係最好食嘅。其實咧，佢裏邊咧可以有得坐，不過唔夠膽啫，因為我驚鹽蛇啊！全部喺都係啲蕉樹下邊噶，俾你大家望下。你可以喺度坐噶，不過唔夠姜咯，好驚有鹽蛇咯。其實好超啊，裏邊又涼咧，陰涼咧，因為全部都係蕉樹圍住你，明唔明啊？但係我唔得 ，sorry， 我要坐出邊。吃嘢啦，我揾嘢食先。呢个就系我期待已久嘅生牛肉啦，好好食噶。佢边块系生啊？呢一个咧就系咩嘅掉，即系晒过太阳嘅牛肉，好食噶，超级好味啊！我唔客气啦。
佢成條路俾佢攔住咗咯，佢瞓到。哇！你都瞓到冇邊？冇邊？你都係瞓到。失曬兒。成條路俾佢瞓曬你得，冇邊？冇邊？冇邊？没得音啊，我们病。不给，不给呢。到啦，免得一阵会出去码头啦，一阵再讲啦。去咗厕所，行到一条斜路，扯下又，一阵再影啦。安到芭提雅啦，可以食嘢啦，食粥我想。食咩啊？食粥，我嘢有粥食。所以我要食粥啊！喜欢我这条片的朋友，给个 like and share 给朋友啦，拜拜。